这是出事了！哎呀，你先赶快跟我走吧，我路上跟你说。哎，你说你咱也是个村主任的嘛，啊，你坐那儿你不说话，你总得给大家个说法嘛。对对，给个说法，给个说法。黑泉，对，要个说法。别吵了，我一不是县长，二不是乡长。 你们该找谁找谁去。黑泉，黑泉，老枪筒子你拐挺快，你想往哪儿拐往哪儿拐，你把我们当子弹呢？啊，让我们随便飞。那你们要干啥？赔钱！你不知道那个高富贵，领了一大群人，跟德明要赔两种麦的种子钱了。你他想干啥嘞？哎，石榴。哎，老书记好。你这孩子就不长个记性，我不当书记都多少年了。 现在你是书记，你还在书记，老书记，你要把我累死啊！咦，那不敢嘛，我不是叫老支书好吗？哎，你下去转了一趟，怎么样？都活着吗？看来，沟底的苗全都死了，这天太旱了呀。张大庆，刚上台就给大家发福利，福利？啥福利？耶，你胡扯啥嘞？要福利，朝你老婆要去。 镇静的，走，屋里头，书记，我们先回村里一趟啊！人家还在办正事儿呢。婶儿，爸，这到底发啥呢嘛？哎呦，这个计生委主任每个月得挨家挨户的去给他们发计生用具。啊？啊啥啊？这你工作你得完成好了。种粮酒，那是村委会集体决定的，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 那我们不管，钱是交到你手上的，种子也是从你这儿拿的。对，就交赔钱啊！赔钱！这两种是从我这儿买的，可现在是大旱了嘛！哎，旱了关我啥事儿啊？你说的抗旱的种子，想不想要钱了？要钱！要钱！赔钱！赔钱！把条子都掏出来！不行！这条子还在你这儿呢！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好了，哎，村长。 干啥嘞？婶儿，你干啥嘞？德明，你是谁呀？你看你啥样子，你对着谁呢？咋了？啊？不是咋了吗？富贵，咋了？休了一天水库不累啊？我们刚才就在说修水库的事儿呢，是啊，村长。 说修水库的事儿好嘛？你有啥好建议？到村委会去说呗。我那村委会人少，这儿人多，你大家想说啥就说啥呗。想说啥嘞？你听大家说嘛，是不是？你听，群众的心声嘛。那种子是我引进的，有啥意见？那不是说抗旱了吗？咋绝收了？咦，这抗旱是这么说吗？ 可那天一滴雨都不下，那再抗旱也抵不住了，又不是你一家绝收，村里面家家户户不都绝收了吗？总得有个说法吧，他总得有个道理吧？啥道理？那你说你看啊，那就像女人绝育一样，总得上个环啥？你说这干啥？富贵，关于绝育的事儿，回家问你媳妇儿去啊。好。笑啥呢？笑啥呢？哎呀，说正经事儿呢吗？富贵。 你家的麦子绝收了，这就怪龙王爷嘛！哎，富贵，就是嘛！我跟你说，你一天走到哪还把你这先人抱上，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？要不，你给高富贵啊，你干啥呢嘛？啊，对了，就这个鸭子啊，这个鸭子还是村里给你配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你就现在连鸭子带蛋什么的，连小道大全都还给我们村里，行不？那不能还，鸭子是我先人。咦，就是的嘛，大。大。 大师，黄乡长来了，他在村委会等你呢。啊，行吧，德明，坐来，想闹来了，走，行了，把闹了啊，都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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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
哎呀，是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是不是刚才骂我？没没没，咱们早打个电话，我们到村口接你去。哎呀，咱的人嘛，还是上门啊。哎呀，我是刚从县里开会回来，顺便到你们这里来传达一下县委县政府关于今年抗旱救灾的事情。今年这个旱情啊，是百年不遇，全县、全市、全省乃至全国都在抗旱。抗旱工作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啊，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我们乡在农村搞好自救工作，更主要的是搞好粮食生产的稳定工作。你们就把这个事情布置下去。行，乡长你放心，这个任务我们保证安排好。完了，完了呀！钱呢？什么钱呀？修水库的钱啊！哟，哟，你看你这人，这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给忘了？哎呦，还记得钱，修水库的钱呢。那当然，我把钱给了三道村了。啊，你说啥？哎，你怎么能把钱给别人了呢？哎呦，三道村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吗？前几年发洪水，把桥给冲断了，娃娃们上学都是淌着水过去的。去年又发洪水，差点把一个娃冲走，这你们都知道吧？啊？县长就给这么一点钱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啊，不是，你这太可笑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儿呢？咱不是说好的吗？我不是说吗？咱们乡上是一盘棋呀！哎呀，咱村是你小姨当支书，哎哎哎哎哎自己人，哎哎哎哎你德明，你可千万不敢说这个话啊！正因为我和石支书是这种关系，我就更应该这样做，要不然乡亲们就会说我是假公济私。你干啥去了？那乡长叫抗旱，我去通知人开会，安排抗旱。你通知，赶紧把这事安排下去啊！啊，乡上还有个会，我这也就走了。哎，赵云，我托你打听的事儿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哎。呀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那个支书妈的光，我是一点都沾不上。快说快说快说！啊，最后一批？不会吧？那，你帮我打听清楚了再告诉我嘛。马哥，哎，哎，赵宇，我快要上课了，你打听清楚了，赶快告诉我啊！好，挂了啊。去年修学校，结于100，哎哎哎，你还有几个零啊？哎，领导，咱村有这么多钱没有？你念。去年修学校结余13524.8元，修路村道结余8450元，其他收入共计52120元，上下村协调修水库事宜565.5元，水库专项款还剩
1500元，村里的账务只剩234.8元，一共剩1734.8元。听听，啊，听听，这就是咱的全部家底儿了。刚才王乡长来，拿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，我还以为是钱呢。这个打开一看，都是纸。这个咋回事啊？这司机都这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说他娘，你那个大外甥也太不仗义了，这关键的时候给咱放活，这以后的日子让咱怎么过嘛？你说这修水库没钱咋修？就是这计划没有变化过，当时要是知道咱要不来钱，咱压根就不修嘛。这修到这半截子，这又说要不来钱，这不把咱当猴耍了？既然上面让咱抗旱，咱首先就抗旱，啊，农业生产保证嘛，也一定要保证农业生产，啊，对呗？村长说的对啊，乡上领导让干啥，哎，咱就干啥。哎哎，我也说两句啊。我觉得这乡里头办事儿它不公平，就是咱村从去年开始就要这个钱了，现在突然说没了，那咱还修不修啊？就是，我看呐，这还是得先要钱。是，哎，咱这个庄稼已经都旱死了，上下村都有水，咱不能天天看着这脸色借水喝吧？要我说，咱就问乡上要钱，打几口井，这不就抗旱了吗？人家王乡长说了，抗旱呢，啊，首先要保证人畜的饮水问题。而且他已经这个协调咱上下几个有水库的村子，给咱保证供应。啊，你说的轻巧，咱就不能天天等着王立山变成龙王给他送水吧？哼，他要是有能耐，他给咱送上自来水，那才叫抗旱呢。呀，啊，那你就一天啥也别干，就等着别人给你喂水喝啊？你可别这样说啊！你要等你自己等，我可不能像牲口一样的等。哎，那你说的啥意思？你说了半天，我都一点意思都没听出来。你啥意思？你是不想抗旱了是吧？你是想跟咱政策作对呢是不是？哎哎，谁说跟政策作对？谁说不抗旱了？那我要不抗旱，家里老婆孩子早都没水喝了。啊，那你刚才那个皮皮刀，你说的啥意思嘛？你说你要有啥意见？行了行了，说啥呢嘛？是这儿啊，咱们村修水库，那是给村子里自己人修，不是给别人修嘞，是吧？今年修，明年修，后年修，那等到啥时候才能修成了？现在咱那水库已经修成大半了，这眼看着雨季就要来了。今年要是不把水库修成了，那用的公用的钱全都泡汤了。我是这意思啊，水库接着修，一定今年把它修完了。还是这啊，这个一家每天出一个工，义务的。人手要实在不够呢，咱就雇人修；再不行，咱就雇机器修。雇机器？拿啥雇嘛？钱嘛。哪来的钱嘛？就是没钱。哪来的钱？这哪来的钱嘛？我有嘛。你呀，这下呀，你把自己逼到墙根底下了吧？那逼到墙根底下也得干了。我都想好了，先去借。
二姑家不是开着那小卖部吗？咋地有点存款呗。还有我那大外甥在县医院工作，他怎么有点积蓄，他会帮我的。能借多少？哎，不知道，能借多少算多少吗？哎，可是我想啊，做人做事儿，就像这擀面，你总不能啊，一直像擀面杖那样直来直去啊。你得像这个面，有点软性，这样呢，你才能把这个面呢做出你要的那个韧劲儿来。哎，你别跟我妈说，你说了她也听不进去啊。要我说，正好没钱，这水库就别修了，把这个支书辞了算了。那胡说啥呢？辞了，那么容易就辞了？水库不修不成，必须得修了。妈，你听见了吧？咱家三个人，就允许他一个人有发言权，咱俩什么都不算。咋不算了？你现在没在说话呀？来，就说修水库吧，没钱咱就别修了呗，非得打肿脸充胖子说有钱，跟谁较劲？我那是较劲吗？啊，这水库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，那是全村人的事情，为了大家的幸福。就是啊，你不是也同意吗？楠楠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啊。奶妈，咱们开个家庭生活会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开。看到你能的。首先声明，妈，你要态度端正啊。我呢，不仅是代表我和奶奶，我还代表全村900多口百姓呢。咦，900多口人，你代表得了？那当然。第一，不许拍桌子；第二，不许跟我瞪眼；第三，不准打击报复我。要是说的不好，还请支书给指正一下。说好了啊，说说，随便说。首先，十六同志，我觉得你吧缺少民主，这民主的力量可是无穷的，你得发挥这个民主的力量。你说这借钱，你不能一个人去借呀，你得动员群众都去借。是啊，是吧，奶奶？是啊。对，还有，我对你这个个人生活有意见。家里什么事儿都让我和奶奶顶着，你什么也不管。自从我爸走了以后，你就把这个家忘了。哎，人家家是从贫穷走向富裕，咱们家从富裕走向贫穷，这支书怎么当的呀？哎，怎么跟妈这样说话呢？对吧？奶奶听见了吗？这不是我说，我没发火吧？对吧？我态度好吧？哎，行了。那还有群众说呢，他有封建思想，搞一言堂。我啥时候跟一言堂了？我咋封建思想了？群众反映。哪个群众？哎，我学生。哪个学生？家长是谁？告我，我找他去。那我妈又急了。别急，别说话，咱们开会呀。不让你说呢，你不是一直在说吗？哎呀，人家群众说不让修，不让修这个水库，你非得修，你又没钱，你修什么修呀？哎，是啊是啊，我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了，群众也是同意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也同意，奶奶也是同意的，对吧？咋的？我修水库还修错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刚才提的意见大部分我是接受的，啊，你说那些缺点我是有。你爸走了，我在外面忙着工作，是照顾奶奶少了，照顾你少了，可是那我为啥呢？啊？你说我一个外乡女人，大伙选了我当支书，我不能不好好干吧？这水库关系了大家的生活，对吧？我必须要管。那我们没钱怎么办啊？那只好去借嘛。那水库盖在那份上，也不能让它停了，是不是？那凭什么你一个人去借？你不能那我是支书，就得我去借呀，是吧？要不全村人都是支书了。你得听听别人意见呀，咋不能不让别人说话呀？大家，你听大家伙怎么说？你借钱修，借到什么时候？大家咋说我不管，没有钱我必须得去借，我不能办到水库修了我就不管了，这不可能。那你去借你。你妈不容易，你妈不容易。我知道她不容易，她当了支书，你看咱家这油泼面，多少人
多长时间才吃一次呀？咦，你现在就吃油泼面的，吃着还堵不住你的嘴呢。你赶紧去吃，吃完了我待会儿还去借钱呢。啊，他又去借？哎呀，咋的？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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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咱们吃面好不好？吃吃，多吃点，来，奶奶给你。啊，多吃点，咱们下次多做啊！你就瞅着他，你就惯着他吧。我跟你说，奶奶都是让你给惯的。你也吃，来，多吃点啊！是是，妈妈别生气，我不生气。哎呀，对，咱们不开会嘛。行了，咱们会到此结束，不开了，吃。不是我说你。你呀，就是一根筋。什么事儿，你要干不好，你是不安心的。可是你想没想过，这么大一摊子事儿啊，那是大家伙干的事儿，靠你一个人能成吗？那不是就来找您老人家讨个主意吗？孩子，你别撑着了。你不是常说，组织是咱的靠山吗？都是群众的官儿，怎么到了这节骨眼的时候，你倒把靠山给忘了呢？啊？那能行吗？那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见县长，啊，你带我去见县长吗？你只要带我去见了县长，我保证以后修水库的事儿不找你了。好，县长就那么好见？你以为是见我了？进了门就喊二娃子。行行行行，我去我去我去。那个啥嘛，不就是县长吗？你咋就那么怕了？人家官大，县长和咱乡长不一样，我真怕。又有什么可怕？不就是个县长吗？咋了吗？你还是乡长。小姨，你不知道，今年全乡小麦绝收减产，每次开会我都六号啊，我躲都躲不及。我再带你见他，那不是找上门挨棍子吗？哎，没事的，你带我去见县长，我保证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我少说。不该说的坚决不能说啊。是吗？坚决的不说。那你是答应了？啊，小姨，你能不能给我省点事儿？也不能省事儿了，那水库修到一半了，到处都是窟窿。你说你也不能看着我啊，或者兜里一分钱没有，穷光蛋一个，又修水库又抗旱吧？哎呀，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的，直起个腰杆带我去干点正经事情啊？啊？我怕。怕你怕？二娃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，你啥样我知道的。你说上树上树，说偷鸡偷鸡。好了，就那点隐私，你还都给我这都喊出来了啊！你不带我去见县长，我就给你喊。你喊。哎，各位干部。哎呀，哎，小姨，小姨。那你带我去见县长。还有鸡。现在的情况就这样，您看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行，你走吧。好。啊。哎，老乡，您的鸡卖吗？卖了吗？是自家养的吗？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多钱一只？哎，十五。十五？嗯。太贵了吧？哎，不贵。我看咱市场上那鸡比这个可大多了，人家也没卖十五呀。
哎，那不一样吗？市场上的鸡那是大家一起养的，我们这个鸡是自己家养的，不一样的。是，那你这是，哎，三个鸡，多钱？算便宜点。那就40。40啊？那把你那个核桃，给我搭上半袋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不行，核桃是另外一家人的，鸡和核桃不是一家，不能搭。哎呀，老乡，小姨啊，和谁在这做生意呢？啊，哟，王乡长啊，哎呀，郑县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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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哦，这是咱们乡马良村的支书，石榴。哦，石支书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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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叫马去到我这儿来一趟，这个不行，我要跟他面谈。好的。嗯，哎，把今年的新茶叶拿出来。啊，去吧。石支书，到。哎，坐坐坐，坐，快坐。王乡长，哎，你们乡我去过了，旱情确实很严重。是啊。个别村子的小麦面临绝收。形势很不乐观呀。是，我们村就是那个个别村。哦，郑县长，石支书说话直，您别见怪呀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让他说让他说，这是天灾，我又不能怪你。县长，嗯，是这哈。这个，我们都知道，天下不下雨，你管不着。可是修水库，你能管？水库？啊，是这样子，他们村正在修水库，老百姓的热情可高了。那光有热情，的水库也修不起。啊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跟你要钱嘛，要。哎呀，哎呀，王乡长，你这个支书精得很呐。哎，丽珊，那你觉得呢？那个修水库嘛，我是支持的，可是不能耽误生产。更不能耽误抗旱。就拿我们今年来说吧，全乡的商品粮供应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，所以嘛，修水库，我考虑还是稍微缓一缓。你那个商品粮任务没有完成，它是因为天不下雨，小麦绝收了，所以就完不成了。如果我们有水库，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。你修你的水库，我同意呀，啊，但是不能影响生产，更不能影响抗旱呀。你说他。来来来，快，先喝水，先喝水，这可是今年的好茶。你说我说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就是。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啊！你看县长都说的对。对，修水库是个好事儿。是。毛主席都说嘛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你看，对吧？那县长，你得给我们钱。没钱没法修水库。哦，呀，哎呀，最近这个县上的情况，恐怕你也知道，我们都在全力以赴进行抗旱工作。这个资金，嗯，要不我先把旱灾款给你们拨过去。哎呦，郑县长。那就谢谢你了，谢谢。那修水库的事儿，我以后再给你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好嘛，不是，这个以后和以后是多以后。哎呀，
这郑县长都答应了，你还在啰嗦什么呢？快快快，走走走走。答应的总是那以后，总得有个确定的日子吧？那以后一年以后，一百年也是以后了。石支书，三个月以后，我帮你解决修水库的事儿，怎么样？可是你说的，你放心。谢谢。行吗？走。这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了。哎，你说了这半天，这郑县长到底支持咱修水库不？支持吗？他怎么支持啊？给钱了吗？没有。有他亲手批的白条子也行啊。没有。你哄我？我不哄你。他真要支持，不可能连一分钱都没有。爷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支持就是给钱，不支持就不给钱，是吧？那当然。那你支持不？支持。那你咋没见你给一分钱嘞？这，嗨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呀，让你那个大外甥和县长合伙把你哄了。哦，是吧？哎呦，是是，我被他们哄了。可不，你别走啊你！哎呀，咱俩还得说道说道呢。你说啥嘛？哎，不是，那个刘二祖家那个牛丢了。哦。哎，还有那个王二虎家那个计划生育补贴已经下来了，可他住院了。妈，县教育局最后一批正式指标下来了，咱村有没有？不知道。哎妈，你说我立山哥知道这事儿吗？该知道就知道，不该知道就不知道。给我立山哥买点东西，帮我打听一下呗。你哪来的钱啊？借的。你借钱干啥的？妈，你拿这些钱买点东西，去看看我立山哥，顺便帮我问一下指标的事儿。啊？你这叫啥知道不？你这叫行贿，他叫受贿，那是犯法，你懂不懂啊？妈，这可是最后一次转正机会了。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。我不管你什么村什么地儿，这事儿不行，我不跟，我不能去干，我不会帮你办的。想啥呢？每天。我知道你想转正，我也愿意你转正，可那国家是有政策的，是吧？只要你符合政策，立山哥你啥都不买，他也会帮你办的。你也别撅着嘴不高兴了，该咋就咋。真生气了，给你商量个事儿，要不跟你同学说说，你妈现在修水库着急用钱，要不跟你那同学说说，钱先借给我用吧啊，我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我有了钱，我马上最先还给他，行不？哎呀，我闺女最懂事儿了啊。只要政策允许，立山哥肯定会给你办的。听话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来来来，珊珊。哟，行了，我奶奶都睡着了，要是听见他得来收拾我了。就
说定了啊，啊，行不？你这同学还真行啊！哎，谢了啊。行，哥，那个全村每人完成30方土，每方2元，每出一个工按10元计算，你看行不行？哎，这个高富贵天天嚷嚷着不出工，还到处造谣嘞。他造啥谣呢？他说咱修水库断了水龙王的财路。咦，兰青啊，你这妇女主任得把有的工作做到家啊。婶儿，你说这事儿我咋管嘛？给大家修一个大大的澡堂子，咱们也能天天洗澡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跟那城里的女人一样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到时候啊，咱村里还打算把自来水给引到咱家院子里来呢，你就不用每天到处去挑水吃了。婶儿，你放心，听你的话没错，我支持你。嗯，好，支持我，修水库一定要去啊。辛苦了。就是，让那些男人们也看一看。来来来，快点过来。咱这真书真是邪门了。他以前当过妇女主任，这娘们们全都听他的。刘大娘，我告诉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今天啊，村西头那个老王家和刘家，为了水井的事情又吵架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两家人隔壁住着，为了一口井天天打。行了，明儿我再找他们好好说说去。哎，你啊，你这天天在家里待着，怎么啥事儿都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帮我算算，什么时候能下雨呀？那等我上了天，我就告诉你啊。你又来了。哎，刘大娘，我呀就担心你把你累了。你有个好歹，我和子咋办呢？我好得很。哎，回来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有点事儿耽搁了。啊，吃饭了没？吃了。哦，怎么还没睡啊？等你呢。嗯，好，陪您去睡觉。走。好，乖儿子。哎，好。慢点，慢点，奶奶。好，好。哎，妈。嗯。你别忘了我那事儿啊。嗯。嗯。别忘了啊！知道了。哎，这谁跟你说乡里有那么多钱呀？啊，那不是造谣吗？哎呀，再说，你一张口问我要那么多的钱啊，你把我当银行了，把我当印钞厂了。这一来，就跟批斗地主似的，干脆你把我这个香肠摆在桌子上，一卸八大罐，拉出去卖了得了。哎，二娃子，这救灾款这么快就拨到咱们乡里来了，我也有功劳啊。那是那是，对不对？那天要不是我跟你一起到县里去，那县长难道那快就把钱拨来了？是，我承认。我们村的那个旱情是最重的，所以你要给我钱嘛。你也是一个村支书呢，哎，这你应该知道吗？一个县，一个乡，一个村，那当领导的做事那得一碗水端平呀。可是我们村的旱灾比别人都严重，所以你就应该多给我们一点嘛。再说我还要修水库呢嘛。得6万块钱呀！哎呀，不够，真的不够，真的不够，就多一点，一点啊。没了。要不我去找县长。你敢？这我是不敢吗？越说越来劲儿了，你不，我不来劲，我是不敢。那你就多给我一点嘛，行不？啊！哎呀，二娃子啊！哎，说到这儿还真有事忘了。哎呀，你不要给我打岔了，我真的好事儿，你看差点都忘了咱儿子的事儿。哎，
这儿子当民办老师几年了吧？啊，县上刚好有几个指标，我死皮赖脸的跑到教育局要了一个名额。哎，你们平时都说我这个乡长，哈，办事是六亲不认，这事儿办的够爷们儿吧？啊，你这是真的？哎，是真的。哎，看怎么谢我呢？谢谢谢谢，肯定是要谢的嘛。对我工作支持就是最大的感谢。好了，快回去，啊，回去吧。啊，可这跟修水库那是两回事儿嘞。这救济款的事你就别提了啊！那不行，给他发扬一下风格嘛！你，哎，你让我在乡亲们跟前有个好交代嘛？不是，那钱真是不够呢吗？哎呀，你看，咱把这两回事，啊，当一回事的对待，哎，荤的素的在一块炖，好了吧？那不行，那你不是把我架到柴火底下去烧啊？不行。哎呀，小姨。你看，这姨父也走了，家里就剩下这三个女人了。这几年我也没给你们做什么，刚好赶上儿子转正这事儿，这是个机会呀。现在要不解决，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啊。表，你咋知道？立山哥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他表给你了。什么表？如果你想把这个地基修好了，单靠咱村这些劳力肯定不行，还必须想办法雇佣那些推土机啊、运输车这些大家伙。可现在咱村还得抽调一部分劳力去田里抗旱，争取赶紧把苗补种上。那还差多少呢？还差4万多。啊，这才刚刚敢动工，要不然你连推土机都顾不上。那推土机到啥地方去雇了？哎，那只要你有钱，能雇上。坐坐坐，哎，好好，坐。哎，张老师啊，这乡里让我把这两本书给你捎回来。哦，这应急知识你抓紧时间看看。哎，用完了有用啊。好好。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甭忙了。哎，你放心。哎，咱在学校去年翻修的，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？哎，咱这学校翻修的好啊。哦。这十里八村都没有咱们这学校好，咱们这儿的娃娃现在学习的劲头可大。喝水啊！哎，好好。哎，我把炉子封一下。哎，好。要不然费煤。你忙你忙。啊。哎呦呵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开中药铺了？啊？哎呀，那是老病根了。咱们这立山呀，到处都是中药。嗯。也不用费钱，你看。一把柴火就行了，啊！我说啊，你还是到县城去看看吧，别这么拖着，待会儿这病再重了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西药太贵了。啊！哎，你别看不起这中药，可管用了。前几天我阿门拉肚子，我给弄了一副中药，一副药就治好了。哎呀，这么灵验啊！那你真太上老君开炼丹炉成仙了。支书，哎，有件事。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可也不好意思开口。咦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说。你看这城里的娃娃都开始学电脑，
我也想开个电脑课。行嘛，好事儿，开啊。哎，可就是缺乏教具啊。啥教具？哎，就是电脑呀。电脑。哦，电脑。报告。进来。你知道为啥叫你吗？啊？你看你这作文写的，你看前面写的挺好，你看你这后边，啊？擦的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你看橡皮把这擦的都透了。橡皮就不要钱吗？你用谁的橡皮擦的？他用别人的橡皮。用谁的？你是不是用张之遥的？张之遥这几天一直给我告状，你是不是偷用他橡皮了？你为什么不买个新本子呢？啊？为啥不买个新本子呢？啊？他家没钱买专业本。好吧。去买个新本子，你的作文写的还是不错的，啊，把后边续上，写好。去吧，啊。谢谢张老师。是。在了，苏段。吃核桃吗？咦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你也咬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咬不动。富贵啊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我不是有个朋友吗？嗯，家里头有那个推土机、运输车，然后他就说呢，啊，能看见我面子上到咱村来帮个忙。我一听呀，这好事儿啊！我当时一高兴，我咔我就答应了。我当时，呵，你这答应倒挺快啊。你以为那个推土机人家不要钱，给你白干呢？哎呀呀呀呀，这钱嘛，多大个事儿啊！你怎么老把钱挂嘴上呢？人家是看我面子过来帮忙呢。是啊。德明，你看这事儿。哎，是这样啊。有两点，只要他能答应，那咱就成。那你说嘛？啊，这一呢，只要他能答应。这先欠账，啊，那就成，啊，二呢，既然朋友，咱俩说，啊，再让点力，绝对不能高于这个市场平均价，啊，能成了咱就成。哦，我知道，啊，你先来。我知道咱村没钱。是这啊，德明，啊，我看这事儿吧，就这么办。这个修水库的推土机、运输车，就交给富贵去办。啊，富贵，办的时候你可得掌握着啊钱的问题。我知道，是吧？知道。啊，知道。你把事情办好了，就算你给咱修水库做贡献了。我都不敢提做贡献，咱都是学雷锋。你还学雷锋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去吧。一人一个。快去快去。去去吧。去去去吧！哎呀，看把你美的！妈，嗯，我填了这张表，就等于有了一个铁饭碗了。谢谢妈。哎，你得谢谢立山哥，他为了你这张表啊，可费了不少的劲呢。姓名，马娥。哎，马娥啊，你听谁说的？这批转正是最后一批啊？哦，我听我一个同学说的，他家是县城的，他托人打听的，说这就是最后一批了。是吗？啊，要说，
我觉着他们这事儿吧，这么办不是特别妥当，你说呢？啊，你要说转正吧，咱们这个村里面、学校里面最该转的就是张老师了，啊，是吧？这村里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多少孩子都是他教出来的，你也是他教出来的嘛。现在他这拖家带口的，这马上就要退了，还是个民办教师，凭什么呀？我明天得找他们去。妈，嗯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呀？嗯，没啥意思啊。我听着你这意思是，张老师含辛茹苦教了几十年学都没转正，我一小屁孩才教了几年就转正了。你不会是想让我把这指标让给张老师吧？耶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是没这么说。你心里就那么想的？那我心里这么想，我也没说呀。那叶，你不用藏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可如果我今天填了这个表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就是一只白眼狼？哎呀，不会，不会的，真不会。反正，你这个蜘蛛妈的光，我是沾大发了，我。说改就改了啊！我要这个指标容易吗？不容易吗？知道不容易就好。你跟谁商量过？你跟蛾子商量过吗？啊？你跟我妈商量过吗？啊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我也就这一个表妹，我姨父，那也就这一个独苗吧，啊，蛾子也不小了，那民办教师能当多长时间啊？当一辈子？不能吗？那是吗？所以要改吗？那张老师都要退了，我还是个民办教师。我这是给蛾子的，不是给张老师和李老师的。再说了，这有政策呀，政策是什么？啊，是针对青年教师的。一味的固执，啊，想到哪儿就办到哪儿，你眼里还有谁呀？啊，这家里就是你为老大了。我看了，我这个乡长。我这乡长在你的眼里，那也是个屁。二娃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我知道你弄这个表费了很大的劲。其实我也是希望蛾子好，你想，最希望他好的人就是我了，我是他妈，对吧？可是你想想，我不能那么做。我是个支书，我还是个党员。不管你咋说嘛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把名字换成张老师的。儿子还很年轻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太不像话了，他跟谁说了啊？就这么走了，我得把他找回来。事情啊，儿子都告诉我了，他从家里走的。你找他，你找也找不回来。他跟着对象走了，对象是城里的，叫赵宇，就让他跟他走吧。你说，这孩子能不委屈吗？好好的在这个村里边教了3年的书，该转正了吧？哼，你倒好，把这个名额就给了别人，你说他心里边能不难受吗？他是你的亲生闺女啊，他不是你领来的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水库修好了，咱们村啊也成那上门女婿村，咱们的漂亮姑娘都留在村里，咱呀也给咱的娃造福嘞，是吧？是。哎，加油，好好干啊！好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哥，他娘。咋，大师？儿子咋样啊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就知道呗，不咋样。这来不行了，往那边搬那边。哎呀，明天的气温会比今天降7度。广播里有雨了啊！广播里有雨了。没雨，还这么大的太阳，哪来的雨啊？嗨，行了妈，你别干了，等着留我回来再干吧啊。哎呀，我也没事儿，啥事儿没有，要不我也闲得慌啊。行了，赶紧的歇着去吧，到了中午该吃啥吃啥，别闲着啊。哎呦，我知道了，你比我还老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这样一个月，再给我一个月，行吗？又没钱了。我知道，又到了该交租子的时候了。我这又变成杨白劳了。是，真的没剩多少钱了。知道。哎，那几家要钱的老板又打上门来了。这几天，砖厂、石厂、加油站、水泥经销店，还有工地上的石匠、砖匠，高富贵的拖拉机、推土机、三轮车和那大的那叫挖掘机，那都要结账，可没钱啊。没钱咱也得干。工程也不能停，是吧？德明，是这，你再去跟他们好好说说，求求他们，再给咱缓上一个月，行不？这不是石书记吗？哎，你叫石书记，还我们钱！哎，给钱！还钱！干啥呀？还我们钱！还我们钱！你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好，别动手！还我们钱！别动手！还我们钱！还我们钱！我们一定还。
老太娘，吃饭，吃饭啊！不吃饭人要垮掉的，你可不能垮呀！你可是咱们家、咱们村的男人呐、啊，你要一垮，我跟鸽子他怎么办？你想过没？啊，娘，我没事，垮不了。吃吃吃啊！哎呀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没事。哎呦，伤成这样，没事儿。真是受委屈了吧你？没有。哎呀，是不是又为钱的事儿啊？没事，啊。来，来，扬点油。把这拿去，拿去对付对付去，去呀，拿去对付。这是儿子他爸留给你养老的钱，我你给那些要账的人拿去。哎呀，听话。妈，那啥，这钱就算我先借你，我就拿去抵挡一阵。等我把钱拿回来了，我一会儿先还给你。妈，行吧。妈要钱有什么用啊？妈要钱有什么用啊？只要你好好的，健健康康的，妈和儿子就能好好的活着。吃。吃，妈。没事，妈，我好得很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有过不去的河，路到桥头自然直。别难过了，哎。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想当初选支部书记，嘿，我可没看走眼，群众也没看错呀。虽然你是一个外来的女人，可大伙儿相信你，相信你能够带着大伙儿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。石榴，你得有信心呐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叔，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，心里明白。那就好。还羞啊？羞呢吗？我的好支书啊，你知道大伙都咋说吗？啊，人家说这不是修水库，那是修血库啊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是抽在领导的脸呢。那做事情吗？总是有人说长道短的，啥都不做，就没人抽你耳光了。你觉得行了？话是那么说，可你拿啥修呢？钱嘛，人嘛。哼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可是不愿意再说这修水库的事儿。20几万呢，你想想呀，啊，那万一县上要是不给？咱咋办嘛？那先生要不给你就不吃不喝不活着了，想办法嘛！这么多人嘞，
那不要我干啥？要不要你干啥呢？咱就不想给大伙儿办点事儿？咋就那难？哎呀，二堂娘，你别怪我不知情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要怎么再坚持修下去？在这届班子，那眼前那点成绩恐怕就没了。哎，要我说你个啥呀？你心里呀就盘算这么个小九九呢？说了这半天，就这一句是你的心里话，实话都说出来了吧？你说你是个啥人来？咋，我还说错了？哎，一眼你还是个大男人来，我都跟你说这半天了，你咋就不支持我了？你家要喝水的吗？还是个大。可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？是吧？这个因为没有钱结账，所以工地上那些人都不干了。要是富贵的机器再停了，咱那水库可真就修不成。小二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等他回来我劝劝他。机器一天天都是钱，富贵都惦起来了。对着呢，你呀，跟他说说，劝劝他，让他再容我一个星期，好吧？一个星期我去找他。哎，我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还有，这个是富贵的宅基地申请，其实村委会啊早就批了，我就是这段时间在外面忙活来忙活去的，没有给送来。你交给他了，啊。看我都跟你说了这半天了，你就先通融通融。我知道你也有难处，可是千张太多，我没法经营啊。这样，是是是，再给你一个星期，你看行不行？行了吗？行了吗？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咋嘞？出啥事嘞？啥？看看，让他说。咦，咋回事？哪来的钱嘞？工程队给的好处费。啊？哼，高富贵，你真没良心！村里就这点钱，你还敢收回扣你？啊？你再嘴硬，再嘴硬把你送派出所！这咋回事啊？啊？人家给点好处费。人家给好处费你就收了？哦。那你咋又想着把他退出来呢？不好吗？行了，自己知道不好，能把他退出来？那你还是咱村上的好女婿，还是咱的好乡亲吗？婶儿，我知道你对我们家特别好，也关心我们的生活，我打心眼里都感激你呢。你说这三千块钱我拿回去，我连往哪放我都不知道，我都觉得钱烧手的很，我夜里我都睡不着觉。别听他瞎胡说去，咱们现在就把他拉到派出所去。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？受贿，受贿，这叫贪污受贿，你还知道？那我把他交出来了，那这就是坦白从宽嘛。那坦白从宽，那能宽大处理吧，对吧？我只犯了一次啊，那你还想犯几次？啊？这三千块钱，你知道在咱村有多大的作用啊？哎，为了钱，你看看书记，都跑成什么样了？啊？不，把他送派出所，拉送派出所。行，嚷嚷啥来？又不啥光彩的事情。毛局都说了嘛，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同志。那富贵能把这钱退回来，说明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改了就是好了嘛。哦，对不？嗯。富贵。咱修水库，你也是做了工作、立了功的，是吧？你现在能把这些退出来，
咱也不计较了。我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咱内部处理了，就不要在外面声张了。收这个钱，你是错了，对不？承认吧。承认。现在把钱退出来了，说明你改正错误，是吧？往后可不敢了。哦。那啥，我还有第二件事儿。啊？三儿。还有呢。就是，咱们跟工程对的款，我听我媳妇儿说了。我就给他们说了，他们说可以缓一个礼拜。咦，你，哎呦，你这个娃，吓得我真是的。这事儿干得好嘛？你看，这不是为咱水库做贡献了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收钱是错的，啊，去跟他们谈这个工程款晚付一个星期是好的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水库要修好了，我第一个给你带走大红花。潇洒笑来，去干活去。我走了，叔。啊，去去去，快去！你好，就让他这样走走。那还想咋了？啊，那不跟自己家娃一样，谁不犯错？哎，缓一个礼拜，解决不了啥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这不是缓一个礼拜算一个礼拜吗？眼前救急要紧啊！这一个礼拜以后咋办啊？这眼看着雨季就要来了，这要下几场大雨，咱那半拉子水库根本装不上水，这前面干的可都白干了。你说咋弄？要不再往县里跑跑？行吗？石支书，我们找郑县长。郑县长今天去市里开会了，恐怕今天晚上都回不来。要么您改天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可能有点事情，那个就不招呼您了。哎哎哎，好好，您忙您忙啊。走吧。哎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，一个空瓶子的故事。三个月前，有一个村支书来找我要钱，想给他们村修个水库。我答应了，可是现在他们这个水库呀，实在修不下去了，就是因为没钱。我给他们想了个办法，今天在这儿，我给他们做个广告。他们村子的水库现在对外预售，有农家乐、鱼塘、度假山庄，还有这个水库旁边大量的土地租赁。我就是他们的代理人。哎呦呵，县长，这回可真开了眼界了。以前光想着修个水库啥的，就是种地啊、浇水啊、抗旱，没想到啊，这水库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嘞，是吧？这南梁村呀，可是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，我想他们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范本。对对对，对着嘞。石支书，
我虽然给不了你修水库的钱，我可给你想了个修水库的办法，保证你这个水库能顺利完成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嘛好嘛，只要你给我想办法，我就保证一定把这水库修成了。都听您的。咦，德明。哎呀，看把你新鲜的！好，这热的天让我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的，满头是汗。你跑这儿多清鲜啊！看把你美的嘞！哎呀，婶儿，看把你高兴的，是不是钱给咱要回来了？这到底多少？哎，看看吧，这。我就说嘛，咱书记一出马，哪有空手而回的？到底要回来多少钱？我也看看。哎，看看吧，这。秘密。不愿意买，今天开啥会了？不愿意啊！怎么了？社主，我也第一次听说。怎么了吗？哎，别说话了啊！现在开会，听支书讲话。是这啊。今天呢，把大家请到这儿来开个会，也不是散伙会啊。我在县里没要来钱，以前呢我说过没要着钱啊我就回家，可是现在我不回家啊，我把你们大家请到这儿来呢，是想请你们看个录像带。南梁村你们都知道吧？那是个破烂村，谁不知道呀？我老家离那二里地儿。那是有名的出上门女婿的地方，穷得很。你就是个上门女婿嘛，是吧？哎，书记啊，这今天看啥录像？是不是武打的？把你美的嘞，武打片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好个打，村里哪有事儿哪有你，你好好看啊，大家都好好看，看完以后呀，每个人要表态的啊，认真点儿。给咱放吧。是南梁村吗？咦，你好好看看完了再说。以前不是这样呀、啊。以前是啥样啊？小虫吗？行。大家说这个好不好啊？好。哎，如果我不是亲眼去看见了，我也不相信这里边演的就是南梁村。你们说那个破烂村啊，那是三年以前的事儿了。今天的南梁村就是这么美，就是这么富裕。人家的好生活咋来的啊？那是靠一双手拼搏出来的。咱过的啥日子，咱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样的好日子，咱愿不愿意过？不愿意。哎，就是的，咱要过这样幸福的日子，靠啥？靠自己一双手。我们要修水库啊。这个水库必须要修，咱们的思路也要改。我去了县上，县长给了我们新的建议，啊，咱们的水库卖经营权，是这啊。具体怎么卖呢？现在我给在座的乡亲们做个保证，咱们马梁村的村民有优先权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来表个态，你们愿不愿意修水库？我同意。行了，咱们就鼓掌通过。
我们团结起来修水库。越多，到时候水库的分成啊，那就越多喽。好，哎，以后啊，咱这儿就成为那个小集市了。哎，到时候你们每家收的房租啊，就够你们自己家买化肥喽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快点，好，快点。哎，第一个，我来。哎，好，支书，支书，支书，算我一份啊，我捐1000块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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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棺材本啊！哎，老支书，那个手印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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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。500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儿子给我的0块钱。哎。周德成，来到后边，还没到呢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哎哎哎，富贵，富贵，到我了，富贵，到我了，哎，1000块钱，富贵，哎，富贵，你是不是把你老婆的钱偷出来了？你胡说啥呢嘛？那我卖鸭子的钱，先生出卖了，哎，叔哥，哎，我还等着分红呢，我告诉你，分红我还要给个大瓦房。谁支书，快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马良村的支书石榴，啊，这位呢是来咱们县里做投资的王总。哦，王总好，这可是我给你请的财神爷。哎呦，哎呦，是是是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啊，谢谢县长，谢谢，欢迎你啊。你们村的情况呢？刚才我和王总也简单的说了一下，啊，还有水库的事情，你可以跟王总再具体的谈一谈，是是是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也可以实地去考察一下嘛。哎，好好，欢迎欢迎啊，欢迎啊！这有几份材料，您看一下。啊，哎，石支书，哎，你们村有电话找您，说有急事儿。啊啊，哦，那什么，我先去啊，去去就来，去去就来啊。啊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哎啊。我来接个电话。接吧。谁嘛？呀，德民，咋是个这？我这正着急要进的时候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啥？月月在啥地方？好，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挂了。谢谢啊。啊，不谢。大夫，在六床。啊，是。我妈她怎么样啊？嗯，是病人家属吧？是。病人她需要多休息，少和她说点话。谢谢啊。妈，醒了。嗯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啊？没事儿。我早上啊，吃饭还好好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一下晕了。他们就把我送医院了，到了医院里啊，我也就清醒了。妈，这回可听话，在医院里面多住几天啊。不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工地上花那么多钱，我在住院哪来的钱啊？你快跟他们说，我出院出院。没事儿，钱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嗨，你别那么着急啊，你看看你，又黑又瘦的。将来啊，我上天，我会告诉你啥时候下雨，把你的水库给你下来。奶奶，妈，儿子，来，到奶奶这儿来。奶奶，我两天不在，你怎么就住院了？嗯，就是你不在我这住院的哦。病人家属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好好，你看着奶奶啊。嗯。你干嘛去了的？我去同学家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，奶奶？没事，谁告诉你的？村里人告诉我的。哎，陈主任，3间护士6号病床的病人家属来了。哎，坐吧。叫你来跟你说一下病人的情况啊。
他肾衰竭，心肺功能也开始出现一些病变，生命体征极不稳定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你得有心理准备。陈主任，一间护士的病人要转到普通病房，要么您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先去。嗯，好的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看老百姓最想看。紧急通知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据气象部门预测，今明两天我县境内将出现特大暴雨，为做好抗洪抢险工作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现紧急通知如下：各乡镇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、水库安全管理员到岗到位，特别要加强水库山塘、沿河地段、山洪地质灾害点、地势低洼等危险地段现场巡查监测，并提前转移群众，坚持昼夜24小时值班制度，代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紧。妈，睡着了，睡着一会儿了。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马上就要下暴雨了，是这忙啊？就咱那个水库工地，还有村里900多人，我这个好多事儿呢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啊。嗯，那县上领导也说了，我得坚守岗位了。啊，妈，那个你奶，妈就拜托你了，行不？行。哦，那你能行吗？能行，行行，能行能行，那你得回吧，回去吧。啊，妈妈妈妈了，啊，啊，摩斯，回吗？这次暴雨的危害性非常大，我们已经部署力量在各个乡镇，做好一切防护准备工作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那这个地方呢？其他几条支流都没有问题。嗯，现在就是这儿。据我们了解，在这条河上有一座水库正在建设中，雨如果按照这种下法，恐怕难保。马良村。马良村，村长，快！村长，村长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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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吧，组织大家下石榴，注意安全啊！下石榴，哎，带着灯一起下石榴。是儿子，到了。是，刚医院来电话了。来了，得挺住呀。到了吗？我的奶，他奶咋了？死了。都有，胡会计，你小胡，
快去把三轮车叫来，送支书到现场去。啊，快去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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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事吗？下石料了，德明，没事，下石料。赵小嫩，怎么下石料？下石料。剪彩，剪彩，天天剪彩了。哎，德明，是这。